北京演艺集团、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携北京奥运开闭幕式原班主创，中央歌剧院、台湾近千名艺术家共同联袂演绎张艺谋鸟巢版大型景观歌剧《图兰朵》。3月27、28日，台中洲际棒球场隆重登场。同胞、亲情、血脉，共同铸就两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演艺盛世。期待台湾演出的成功，我相信这个演出一定会成功。